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我是陈莹，很高兴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曹大元老师来为我们讲解第四届百灵杯世界职业围棋公开赛半决赛的对局，是由中国的龚子豪九段对阵韩国的申真谞九段。曹老您好。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第四届百灵杯呢，进行到了半决赛啊，现在呢是我们三位中国棋手围剿一位韩国棋手的局面。对，这个情况最近出现的比较多，说明我们中国棋手啊，目前确实是人多势众。人多呢，是指的是我们的就高水平的棋手多，所以呢，后面就很自然的势就重。是啊，而且呢，现在呢，目前呢，我们像柯洁对阵陈耀烨是另外一盘半决半赛决的赛，对局，对，是。啊，我们就是感觉我们的大将都还在，所以就感觉这届百灵杯我们特别有底。其实我对你这句话是要有点提出点疑问的，就是我们其实任何三个人进入，只要能进入百灵杯的四强，全是大将。我们中国的大将现在特别多。是啊，而且在我的印象中，好像百灵杯的前三届啊，都是中国棋手夺冠。是的，是。所其以实，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届又到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阶段嘛，就是半决赛，又是三位中国棋手，我感觉这个奖杯好像又要留在中国当然可能性是很大很大。虽然这个因为是淘汰赛，看起来是三打一，实际上是2打1，因为我们陈耀烨和柯洁在另外一个半区的半决赛是只能出一个人。对。但是如果这盘棋呢，如果龚子豪能够提前的把这位韩国棋手淘汰出局的话，那我们冠军不是这个争夺战就变得更加的让我们放心了。是，但是放心的话，另一方面可能大家就是也觉得这个冠亚军如果在都是在中国棋手之间进行的话，可能这个比赛也不那么精彩了，是吧？是啊，所以呢，现在半决赛的这盘焦点之战呢，就一定会是中韩之间的对决。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呢为大家挑选了这盘龚子对，豪对阵申真谞的这盘棋。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盘对局，是由申真谞执黑，龚子豪执白。申真谞呢是00后，就2000年出生的，对，那么今年到现在为止还未满19岁。对，他现在呢，在韩国的等级分排名是第二位，仅次于朴廷桓，他现在又被朴廷桓又反超超越了，了。是吧？对，他们两个人经常是在交替的争夺冠军。但是有一个排位，我觉得一直觉得是有点不可思议，就是好像四届的排位，申正旭现在还排第一吗？有一个排位，当然是非正式，世界排位，对，申真谞排第一。是他都没拿过世界冠军，对啊。为什么能排在那个位置上？不过，就是小申啊，他在韩国国内的胜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是，并且一度，他是在韩国是他那个正式公布的那个排位的那个积分，他是排第一他就是曾经超越过朴廷桓，但是好像最近又被朴廷桓又反超了。好的，行，那我们先看棋局吧，好，白棋是二连星，二连星。黑棋是星小目，这个也是小申非常喜欢的喜布欢局的啊，就布是局，星小目之后是守那守个这角个的。啊，这个在3年之前的话，几乎看不到这样的下法，就这个手脚看不见。之前的围棋理论是，小目手脚比星位手脚价值要大，对，无论如果以前就以是前小无论黑，守哪个角，对，对都现在可以呢就都是高位的就这是种，那个时候。就是我的老师，包括现在的老师，可能教学生也会这么教。就是星位的话，要守角的话，是要守三手三手棋，棋，对，这还需三要一手点。角，才能就是围成比较完整的实控。然后小目的话是两手角，
就能够围成地了。所以呢，说是小木手脚的价值比新为手脚的大。对啊，而且当时这个手无有脚是不是也是小林流布局的其中一种？啊，对，是，很非常流行。对啊，除了挂脚拆回来叫小林流，这个也是小林流。就是现在这个，现在是第五手棋，小林光一在他的全盛时期就是经常这么下。处在第一线的我们国家的代表人物聂卫平老师也很喜欢这个布局，也是这么守一个角。人类棋手的话，还是之前对围棋的认识，还是守小木角比守新卫角大。这个现在我们还是见的比较多的，这个新卫小飞手角。是啊，而且这个布局现在好像倒没有它的名字了。这个，对，慢慢可能也会有。然后接下来，挂角，然后它飞一个，让它拆二。拆二。这个是一个新型的一个定式。对于这样的一个开局，小申肯定已经研究过无数次了，因为他特别喜欢这个开局。对，他。点脚吗？小生现在很流行的点脚，他好像下的比较少。对，他好像都是这个布局，接下来他都是挂脚的。但是之后的这几手棋也都是感觉都变成了定式一样的普招。就是定式的。现在人工智能所推荐的黑棋的这个脚的定型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拖了连扳。然后它是拐的，压了一个。对，以前我们定式还是立啊贴起来，但现在好像就都是什么拐一个之后，要不然就继续压，要不然就脱线。脱线，对，他脱线了吗？他没脱线。他脱线了。他也脱线了。他也是走的。好像这个时候也有 AI 推荐是直接继续压。对，这个挺大的。不过现在因为这里有一个子啊，黑的可以很轻松的搬起来，你这个断不能成立，这个作战这个黑白棋是不利的。你只能往这里搬的话，它还能连搬吗？可能也可以，就退的话黑的也比较满意。那如果能连搬当然就更好，可以，应该也可以。所以它是保留的变化，这个局部白棋的下一手可能这个会比较好一些，就是当对手能够搬起来的情况下呢，它是下在这里会比较好一些。反正如果这样的局面跟我们以前好像会在这边分个头，但现在这个 AI 会挂脚吗？还是点三三？我就不太清楚。对，他这手挂脚也AI 也有这样下的。这个飞呢，因为这个局部落了后手，白的可能觉得有点缓，所以他是抢了一步大场。不过这个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了。对，这个飞我感觉有点像双方的消长要点。如果白棋飞的话，白棋这边隐约觉得是白棋的阵势，但是黑棋这一飞，黑棋这边上边的配置就非常不错。但是这个地方呢，白棋为什么情愿让黑的下在这个点呢？可能是这个跟低位有点关系。如果是高位的话，白的会下在这个点上。哦，他可能会抢那个。因为是低位的话，以后白棋这一带的清消比较容易。这样。或者是甚至于尖冲。对，尖冲。这个有了。然后他是飞一个飞起来，让他逼住。逼住。这个逼也是挺大的，是吧？是，所以这个拆其实也非常大。这两个比较不好选择，都想抢。是，但这个局面现在究竟作何选择的话，确实比较难。就感觉如果这个地方被黑棋实战这样逼住一个。白棋这边没那么厚，因为它这也差一手棋。是不那么厚，但是这个呢是具有进攻性，这个呢是相对而言是防守。对，顾子豪是选择了这个蓝 B，
当然这个陈振旭也不甘示弱。这个 B 柱也对白棋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强有力的一手棋。这个是要逼一下的，因为这地方被黑棋拆啊拆过去太舒服了。然后黑棋小尖，对，黑的小尖出头。慢慢的就是这一个子感觉到了有压力，有问题了。是，对啊，现在你这个度过也都没有了，然后你自身的眼型还不够，所以白棋肯定不敢在这个地方再跟着黑棋行棋了。是，他可走一个勉强可能可以走，但是也不一定有好处，被他唬过去不一定有好处。对啊，然后这多一个子的话，这一带出头就白棋就更艰难了。所以这个地方白的没有敢这压一下，他是飞出头。这是对想形成跟对手形成对攻，同时是不是也有点想切断黑棋的联络。长一个顾子豪这手棋啊下得很强硬。对啊，下一手棋如果惯性思维是不是就压过来。这个不是惯性思维，这个的话比较单调了，可能正是顾子豪所欢迎的啊。然后对他，这是他退在这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不怕你压啊，就希望你压可能还。但这个局部呢，白的假如轻了一些跳，他是可以跳的。那跳的话我就挖粘吗？还是我再长一个？单长就可以了，单长因为白的大概不也不会接，可能会下在这。但是呢，这个地方白的是不是会觉得有点扁？而且反正这个角还是空虚的。对，从进攻的角度来说是这个更为强硬一些，但是呢，这一带黑的会有一些手段，比如说，当然他不会下在这让你搬起来，比如说走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一步棋。那我是不是我就冲一下？然后我想，我以为你要冲断我啊，不是，我觉得您有两个断点。不，那你可能也不要冲吧，你怕我接吗？我，哦、反正这种地方不怕对手接这个的时候就不要接冲，你，即便现在冲也好一点。啊，然后我就爬。因为这个棋形是这样，先冲再爬，让黑棋多出一个选择，它可以接到这。就拆一个一。对，这个可能也是一种下法，不过实在黑的下的太强硬了。对啊，这个如果在以前，我觉得很难去想象这星位还要碰上去啊。这样。现在这个碰很流行啊，到处都是碰。是啊，我觉得这手棋，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也是 AI 的产物啊？现在我发现我们的棋手下棋越来越大胆了，什么招法都敢往棋盘上招呼。您有没有这个感觉？是，尤其类似这样的碰，其实我们下的非常非常多。对啊，什么像是五路尖冲啊，然后各种的这个碰一碰，就是尤其是面对人家无忧角这些。对。这个星位碰还是不多见。对啊，这个星位也碰上去。这个局部来说，白棋就算冷静的立一个，他是准备那怎么样的后续手段呢？是不是就便宜了呢？就假如说我再这么，像是刚才您说的，无论是压还是跳，跳的话他爬过，这样就便宜了吗？那我好像情愿不给自己留个断点。也没不，这个冲不冲现在都可以，有利有弊。我就说我这么压过来。压的话，他搬起来呀，主要是他担心他搬。这个靠我没有看出来有什么便宜。不靠完之后，他是不是会下在这？有这可能性。哦，对，这多了一个帮手。然后白棋这边，如果作战的话，有一点点可能性。因为本来的话，这地方他是可以突过，你搬下来他就一断。有了这个碰呢，这地方如果你突过，它是虎下来。对，大概是这个想法吧。所以这个地方白的没理他，是吧？对，顾子豪的这个脾气也是比较的火爆的，就直接就脱先了。脱先就脾气火爆了吗？是啊，
一般来讲，你跟着人家硬，这是好脾气。这直接碰到这儿，而且这个感觉对白棋来讲是比较有冲击力的嘛，又不是在这儿，在这儿是脱线了，那都撞上去了还脱线，那脾气一定不太好。那可能要说脾气不好的话，应该是黑棋首先脾气不好。对，黑棋碰到这儿，感觉有点儿欺负人。所以遭到了顾子豪的这个反击，然后搬一下。这地方是白棋，假如单搬这个的话，黑的是把白棋是会搬到这儿。这个局部黑棋倒也确实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后续手段。所以黑的先搬这个是正确的。你要挡住的话，我就顺手打吃了，打了，走在三三上去，他所以退，退的话，这个棋形黑的就立了，是吧？然后白棋跳起来，但这个形状我感觉，白棋是不是有点软？还得怎么补一手？对，这个棋形白棋这一带棋形也有点软了。但是这边走了两手棋，对黑棋这边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是要出头的。黑棋跟着跳出来，然后白棋继续强硬，断了，就把它给断了。因为这一带黑棋走的话，几乎就是先手，对，就冲断，所以。因为这代是先手，白棋这一代也不好行棋。你不断它的话呢，你又不能自己补，补在里边太委屈了这一类的棋。然后外围的下法可能会落空。对，这有可能是给白棋借劲儿了。这个芝麻也是先手，所以他走了一个比较实惠的这个棋，断掉了。他希望这样，你就长手。对，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等于这样送一个，对，这个白棋太满意了，这样白棋应该没什么不满意。所以黑棋绝对走什么也不能吃这手。估计吃这个业余一段都不能给。但是还是要吃一，马上就要吃一手，先压一个，然后还是吃。那也不至于这个子就这样被夹死了嘛。不，这个图看起来还黑的也蛮苦的。你本来像这样的棋，本来黑的是可以放心大胆的在这里压的，现在有了这两个交换之后，所以说这手棋下不出手，所以说黑棋就不能打，既然他那个他肯定就不能打，他什么时候打看来都是一个俯手，对，是有这可能性。对啊，如果白棋这个子如果他本来也打的话，那您还不如跳在这不跑。对对对，那你说的倒对的。是，他是跳走，对，然后白棋小尖，黑棋这个子还是要长出来。现在白棋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缺陷，我这一走应该就走出来了。对，一走就走出来了。然后白棋再尖一个，尖在这里吗？这个棋形，不过走这里，不过你想，对，你想顶上吗？走这里是不是也不太厚？可能有点担心这地方会有个扳。对，好像感觉白棋的棋形也不好，没有下一手了，这走什么呀？无论走哪儿，是黑棋这一粘上。但是这个，这地方头也软，然后它一个打吃扳出来的棋。现在他飞一个是吧？他是对，先飞一个。当然，这个地方白的是不能给黑棋有眼位的，他得靠住。然后黑棋再把这跳出来。这地方黑的就整个就不理了。对，黑棋说你吃不了我。有点意外。这个棋可能。这个外边是不是有一点？外边现在黑的是这样，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个这个扳，脚里是可以活一小块。就是说，您要如果或者说呢，是可以这个退回来整个活也可以的。然后呢，这个地方它有个这样的一个弃子，
翻出来。嗯，然后假如我吃的话，就这么搂一下。搂一下。那这不大吗？这那么大？不是。然后如果你再补一个的话，你看我就可能就可以这么下。你不补，我当然不会这么下。嗯。另外，这个这手棋当然也是非常大的。对，接下来再把这个盖过来，这对。这也是一个攻防的一个要点，因为反过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点让白棋占据的话，攻守就完全逆转了。这个现在这四颗黑棋太苦了，所以这个跳也是蛮有大局观的一步棋。这个地方就看了白棋怎么走。对，是。白棋这边，顾子豪是选择最实惠的一个下法，嗯，把脚上的隐患给去除了。那么。既然他跳都跳了，思路总要连贯呀。是，这个地方是，这个是白对，总要先飞进去。黑棋的全力，嗯，白棋力，嗯，要跟着走。这个这一代白的差不多活了，嗯，以后黑的有一点点攻击的余力，嗯。搜刮一下。对他，因为这地方有个冲的话。白棋是只能挡上的，不能退的。退，啊、他就眼形就不够。退的话，眼形不够。对，啊、这个刺。然后再尖一下。再尖，这个白棋眼形不够，所以他只有挡。嗯。这样你如果尖，我就挡住，再尖。要保证对，要保证这个眼。这样就活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双方如何定型。对他确实也是这样打了扳。这样就准备弃子了，是吧？对，是。如果他一吃的话，他就这么一搂。不过这个其实吃的话，我觉得白的也是可行的。对啊，我觉得白棋吃的很大。对。啊，他不是粘一个，然后跳一个，这有什么？不是不是。就直接这么一搂。肯定不能接，接的话。对啊。那我吃你也是，这肯定眼位不够。嗯。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么一搂，他就满意了。对。其实白棋也满意的。这棋白棋是满意，对，我觉得白棋的目数吃的挺大的，反正黑棋会在这边看看再继续。这个这样的棋应该白棋蛮好下，时控领先，并且这一代只要把黑棋的那个时就是地啊，嗯，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一代可以让黑棋成控，但是这一代不能让黑棋膨胀起来，这个白的时控就够了，啊、应该是够了。不过心情上有点不好，顾子豪实在是反击了。对，他没有断气，他弯出来了。这个棋可能没必要。那、啊、这样当然是白棋满意了，再吃就满意了。嗯，肯定是。是啊，但是那这个黑棋的形状也太破了。但是黑棋有这个接，嗯。他拐住。一飞，嗯，下边，因为这个地方有缺陷，有搬出来，嗯。爬一下，挡住。嗯，然后他就得补了，他不敢去破黑棋的眼。他不能走别的，别的这地方被搬出来，这个白棋不太好。嗯嗯，这样是不是整个的一个对杀可能会杀不过黑棋？对，是这样对杀是不容易杀过的。他这个是先手。嗯，你还得要去点眼，而且这地方还挺软的。先手。嗯。躺下去，你看，这个他还可以一路拐，这个白棋没气了，白棋气不够了。嗯，好的，那咱们继续来看实战。实战呢，白棋是长了一个，对，因为他没有办法选择吃黑棋，是啊，给他长一个。那这样黑棋也只有补活。嗯。那这样的话，这个局部呢，就算是告一段落了。那全局感觉又要重新开始，对，但是这个地方现在白棋这个跳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嗯，我下的话非常想下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挺想下的？这尖顶一个考验一下黑棋，对，这也是好点，还有当然左啊边上这一带、啊、这边比较宽广是吧？也是比较大，挂个角，啊、对，现在都流行下在这儿，嗯，以前的话下在二路。漏啊什么比较多，现在就直接就挂上去了。是啊，现在呢全局面临着这么多个选点，那接下来白棋要如何做出选择呢？
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为。好，欢迎回来，咱们继续来看百灵杯半决赛，由申真旭对阵辜子豪的这盘对局。嗯，刚刚呢就说到了这个棋局进行到这儿，白棋接下来的选点到底会是在这几个选点中选哪个呢？他是实战，他是选择在这个边上直接挂，这个是对相当实惠的一步棋。嗯。当然您刚才说的这个跳，我觉得也是我们很多棋友特别想下的，因为跳了之后呢，我就感觉这边的白棋应该都变成失控了。我觉得我这个下法是比较接地气的，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棋友是喜欢我这个下法。是因为这个地方是这样，最起码的黑的这两手棋已经让白的感到有点难受了。对，如果硬的话委屈，不硬的话这明显就有一个尖出来，这边就不厚了。但是不要说还有更厉害的这一类的尖冲、啊、这个地方已经完全把白棋分离了，并且还有后续的这样后、嗯、严厉的进攻手段，这块白棋就有问题。对啊，怎么顿时就感觉到这个后势已经要变成了人家进攻的目标、嗯、所以这个地方反正这个是攻守兼备的一手棋了，看着也是蛮舒服的，这个比较凶悍、嗯、然后辜子豪是下在这尖冲啊、嗯、尖冲，这个尖冲现在反正不管是应该不应该尖冲的地方，反正职业棋手下棋的时候都往往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先尖冲了再说。对啊，喜欢尖冲、嗯、喜欢碰啊、嗯、这个就像是这种尖冲和这边的这个碰、嗯、是这个尖冲可能有一点点 AI 中毒，我觉得不是电脑的中毒是人中电脑的毒啊、嗯、其实这、就是、嗯这棋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一定要现在尖冲，这样的棋难道完全被淘汰了吗？现在很想下在这，其实黑的下在这里，白的下在这里，这样的点现在的年轻棋手都不喜欢下，或者说是现在的 AR 可不喜欢下。对，我觉得他们下的都是更多的就是我们想不着的，想着的吧，是不是觉得都太普通了？没有，不是说想不着，其实这个尖冲也是能够想着的，就是想着了也不会下得起，只能是这样啊。嗯，不会在棋盘上出现的，或者是叫出现的频率比较低一点。嗯，因为你想，像那位平老师前不久说过，凡是最初点三三都是坏棋，对，是吧？对。当然他是还是另外他还有一点前因后果的，嗯，不过可能棋友们能够发现，你找一找聂卫平老师最近的棋谱的话，近两三年棋谱从来没有点三三的，最初点三三的就直接新位角就直接点上去。那您最近参加的比赛我也没点过三三，也没点过三三啊？是这样。那看来这个点三三啊这样的一些招法还不太容易被我们老一辈棋手所接受。不是，我们是有一种信念，现在的年轻棋手吧是这样，他是以电脑的胜率作为依据，嗯，就是他就像军队打仗一样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往这下。像我和聂卫平老师这样的，我们觉得不能理解我们就不能下，就要自己理解了才能下。不过我觉得现在您这个心态啊，就是跟他们一线的棋手、啊、确对确实心态不一样。他们因为这个胜负看得比较重、嗯、就完全就像军队打仗一样的，这就是这样，就必须要不理解的他也要这么下。是以赢棋为目的、嗯、是一切呢都是要下这个最好的一个胜率，但是呢、嗯、感觉您的比赛中或者聂老师的比赛中可能确实还是追求着棋的艺术啊或者美感的更多一点，是吗？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不过我们就是说这个就是下我们现在下棋要首先要自己要个人心情舒畅，
就你下棋时候你自己都不懂的，你怎么跟往上面下呢？嗯，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肯定是要挑自己认为好的、自己能理解的东西，我们才在棋盘上展现出来。是，申真谞呢，应该是比较用功的选手 啊， 对对对，所以说呢，就跟 AI 肯定也对战过很多盘，所以呢，像这种尖冲应该都是他训练的产物。如果用 AI 来判断的话，我觉得也不见得是一部好的棋，可能是这样。然后接下来白棋，因为他经常这里，你看顾子豪的白棋居然是根本没看见，对他置之不理啊，他接你在这。长，这个是这样一种定型的一步好棋，这个尖顶，然后搬一下。嗯，这个地方的下一手呢，我又想下这招了。但这个飞一个，我怎么觉得是 AI 喜欢的招呢？这个、哦、我这个招我看似曾相识啊。这个我也很喜欢，不是这可能这一点上可能有共鸣啊？对对对，是，不，这个是当然很好的一个点，这个。这手棋跟这个子是有机的相关联的。是啊，而且这个时候如果黑棋冲断作战也未必有利啊。正好把你盖住，你冲断的话我正好把你盖住。是啊。这个尖冲，如果你走几个，我这时候要不要长，可能斗胆的话我还能再长一个。长的话呢，我小的话呢我就可以下得着，也没什么。嗯，这二字头也不是那么重要是吧？这个你不是帮我成空吗？哦，你再连扳我哈哈笑了。这个就长，再压我就长，这空多大。哦，看来这个时候的二字头不是要扳的，有可能还从这边。不是，反正很显下在这儿，这个地方是确实白占先，还是依然很显下在这儿。嗯，实战顾子豪是立了一个，然后对正一个小升正，连正两下，这是让白棋感到有点难受。对啊，这个地方始终都瞄着这个跑出来，一旦这三个子要跑出来，那白棋的这一大块可就惨了。不能随便给他跑出来，确实不能随便给他跑出来。而且又不想这么委曲求全的硬。他这手棋呢是下的比较强硬一点的，这个地方因为他一直是有个靠。嗯。假如你要进去的话，他要把你靠断。对，现在他还不能。起码，比如说他这里可以先爬一个，比如说就要把你靠断。嗯。所以你暂时还不敢随便动。等一下，您这个靠有没有小尖？不，小尖他就不理你了。哦。小尖他就没看见了。哦。嗯、这个是这样，所以这棋，但是这个地方呢，因为黑棋还有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这一代黑棋的线索还是挺多的。嗯。所以黑棋就先挡下来，因为这边确实。是。他可以下的强硬一点，因为中间有他的，等于算是有他的援兵在埋伏。是是是，现在白的跟着他硬，这个是正面战斗，这个棋局已经进入了非常复杂的一个阶段，头绪特别多。嗯，现在应该叫短兵相接了。嗯、对，拼刺刀了，双方都在这。长一个。长这个之后，这个棋形啊，假如发现了后来实战黑棋是下在这，这是一步好棋的话、嗯、说不定是要长在这好呢。长这边。对。哦，那黑棋可能就得从这边走。因为这地方是有一个比较有利的下一手棋。嗯，封住了。因为这手棋正好凑那个黑棋这步好。好棋，对，本来以为黑棋只能先补了，跳那当然，这个白棋跳在这儿，那当然白的很满意了。嗯，对，白棋已经把黑的这一圈这一块包围在里面。对，确实，只要是白棋一联络了，然后黑棋就觉得自己要去找眼忙活了。对对，所以这手棋是非常漂亮的一步棋。嗯，而且白棋还不能马上不能冲断。我们看一下这个棋形。对，他打吃这白棋，这个一冲断棋局就立刻就结束了。对啊，这个白棋的这几个子啊，竟然就长不出气来。对，竟然这一代的每一颗黑棋都会发挥作用。对啊，都很有用。这个应该是扭个活羊头啊，扭活羊头是吧。对啊、嗯，虽然
黑棋只有三口气，但是白棋只有两口气，两口气怎么也都藏不出来，根本藏不出来。这颗子完全发挥作用。一走一搬，搬、这两个子、所以不能冲断。后来实战呢，这个地方黑棋是白棋，对，白棋是只能下个小尖。当然这个鸭也是不是棋形，对，这鸭正好正好让黑棋藏出来，帮黑棋把这个断点。但是这个小尖这个棋形也松了。黑棋再一补之后，这一带目前暂时是还不能黑白棋不能把黑棋封锁在里边。而且白棋的这个跳的好形就没有了，没有这个黑棋这一破坏，没有这个棋形遭到破坏了。那所以白棋只能下在这个点，这个点上它自身来说还是棋形上，尤其是这一带连路是不够完整的。它现在是遭到了靠黑棋靠，对，这个反击了，一定不能让白棋连上。好像就感觉这边如果白棋连后了，黑棋就要忙活，如果黑棋一旦把白棋分断了，那白棋就薄了。是，如果假如白棋走这个，白棋就连后了，然后黑子如果自己忙于做活，那、对呀、他如果只能在这里做活的话、那局面就完全这个就不是完全就不是对手了，不能坐在这个半决赛的棋盘前了、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棋在这个世界大赛的半决赛上出现，肯定不会、所以这个黑棋针锋相对的这一靠段、就是以攻为守，然后白棋当然这样是凑黑棋的步调，没什么意义，所以他退了一手，然后黑棋继续铁，这个然后再要搬，这个是行棋的要领，这个地方也不能再退了，再退的话黑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棋形。那白棋这边也太薄了，感觉已经岌岌可危了、但是黑的也不厚，你说是白棋这边薄，其实黑的这五颗子也不厚，任何这个地方有一颗子的话，这一间就把黑棋封锁在里边了。然后现在这个地方你看两个子气非常紧了，所以好像感觉中间的这场战斗黑白双方谁也不能松气，肯定不能松气，对，都这口气都完全不能松，然后长长，然后他也跟着贴住，贴然后这个地方是搬一个二子头，对吧，然后黑棋也跟着搬，对，这个是必然的了，没有别的想法，这个只能断打在这。然后跑，然后再吃，再吃这个是吧？然后白棋粘回来，然后白棋粘这个，黑棋贴这个，黑棋贴这个。是不是自己的眼型？对，眼型是很好。那走这个是不是不太好？因为白的正好打在这儿。对，肯定应该是不会让您搂一圈的。不太好，对，他是走这个。现在白棋三个子要吗？要的话，他现在是靠着这两个的先手。他如果有这个小尖，因为有这两个的先手，就把白黑棋封锁在里边了。所以这三个子根本不是棋筋是吧？目前不算棋筋啊，可以给你吃。我还以为这三个子它必须得怎么要一下。现在是非必须了，它可以利用外边两个先手把这个黑棋封锁在里边，甚至把它吃掉。这是白棋的。他不怕人家吃，他吃的话，他哪怕再划一手，这个白棋是愿意的。现在黑的是不是把这个贴回来？这个非常大的。对，把这个贴回来，是先手。白棋得补。白棋补，补的话这一带其实黑的挺厚了，这一扳这四个子就死了。那么我们看这一带白棋，能不能就已经把黑的封锁在里面？黑的能不能出头？黑的小尖了吧？小尖之后，这个是本局胜负的最关键。就看白棋能不能把它对给罩在里边了，就看双方的这个厚薄。那黑棋冲，挡住，把这三个子吃，
那白棋已经不太能再继续作战了，是吧？对，是这样。不是，白棋如果走这个的话，它是应该断掉的。嗯，对。好像我看白棋的气好紧呢。对对对。它只能粘这儿，那我觉得黑棋应该成功了。嗯。白棋只能粘这儿。嗯。但这儿的话，它还是瞄着。哦、我也不能断。你也不能断，对。哦，这还有个这个东西。你肯定不能断，断的话我把这个吃。对，这还不能断，还得挤在这儿。对，挤在这儿。但是这个后续的变化很复杂的。还得粘一下。这个粘，像是败招的样子，因为不是，我是看他行棋啊。不连贯，除非你粘完了之后敢粘。他因为打吃一下之后，我觉得这地方白的应该是出现误算了。你看，这顾子豪打吃完了之后，对，他是没敢再粘，粘的话他断掉。对，这个作战长不出气。不应该是，就是说是白棋误算了。原来顾子豪计算的是可以接，所以他打一下。对，所以他但是呢。他接完之后看着是不能接这个的，被一断，后续的变化挺复杂，但是是白棋是不利，这个不能接。但不能接的话，这个打吃就成为一个大恶手。职业高手的话，这类似这样的棋是不能随便下的。为什么说不能随便下？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我不能连回来，我只能连这个，你看看你怎么想。你如果把你得吃这个的话，我这地方有个叫吃，我不能吃在这里的。嗯，对呀。所以这个叫吃是成为了一个大恶手。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白棋举例说啊，当然不是说现在就要接这个，接着这让黑棋补的话，你看黑棋其实补说不定补在这儿。补这个啊。对，你现在让黑棋补的话，黑的一手就吃在这儿。所以这个打吃是接近于败招的棋，嗯，应该是产生了一个误算。他打吃是一个误算，因为打吃完了，竟然是没在这里接。对，这个他发现接不住了。这个是不合逻辑，就是没接这个，嗯。选择的是靠了架。靠的话，步调可能略微有点乱，说不定还是这个是一种本手，也有可能。这当然，这个是。不打掉是最好，是打掉之后他可能没这个心情了，对，他觉得被人吃在这里，这个肯定是这个不像话的一部坏棋，这目数简直亏了很多很多，所以他这地方是要拼一下，但是这个结果呢也未见得便宜，嗯，拼了这一下，然后再加，然后他尝，嗯，他也尝进去，然后他是尝进去了，是吧？然后粘上，他再飞，他粘上。这个飞，这个飞看着呢是还可以，因为下一步棋这里是有接上，然后你现在你也不能断，断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是被蒸掉了，蒸在这里，最后是白棋在这里打吃下来。哦，对。不过呢，因为白棋的这手棋，就引发了黑棋的下一步的。好棋或者说是妙手，可能简单说那好棋可能这程度还不太够，小森确实这步棋下的非常好。对啊，这个靠一个实在是太强有力了，因为有了这手靠，因此呢也可以说白棋这手其实成为了最后的败招。啊，白棋应该下在这儿，就自己先补好，你假如断我的话呢，断我这个呢，我就打吃啊，他就打了贴吗？打的不敢贴吧，这有断点，我就虎回了。就这个是被你吃了，但是我，这一带也是黑的能够成点空的吧？嗯，这样全局实际上胜负是未定的，因为白棋这块空也非常非常大。对。我们看一下啊，这手棋之后发生了些什么？这一靠。靠。他挡住，这靠实战黑白棋是挡住了，白棋为什么不能下这个呢？他断，哎，他就断了。对，刚才是从这儿争的，不能从这儿争。现在如果打这个，他等于是这样了。对啊，争不死。你现在打这个也是不行的，
冲这个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个反冲一下，嗯，这个白棋就坏了，这个被一断，这个就坏了，角或者中央都要没有，或者角没有或者中央没有，这个两个不能两全了，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扳不行被断，所以他实在只能下在这。那么这个是一个形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就他退出来之后，我们看见了吗？这地方白棋有两个断点，嗯，相当于黑棋补了一个。不过你本来补一个的话，白棋肯定要补一个，你这个补是后手，嗯。现在我们看一下情况，出现什么情况了？挡住，他藏这个。现在变成黑棋是先手，这地方有个断点。对啊，你这还有断。这样，实战呢，白棋迫不得已在这里又补一个。这样的话就糟糕了，这个地方就被人家这个地方让黑棋先动手，这个图形，白棋的损失惨重。嗯，这样就黑棋就一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势了吧？已经对我本来想说决定性的优势，跟胜势也很接近。嗯，啊，嗯，这个是不是白的可以黑的可以蓝边在这里啊？黑棋先冲一个啊，这个。这个是他的权利，然后拖一下，拖一个，嗯，他搬里边先，嗯嗯，然后把这个冲掉，然后再拦逼，嗯。现在黑棋还攻着白棋整个的这一大块，对，嗯，这白棋还被牵制着，靠一个让他顶，立下去，把这个断。嗯，对，这个地方对，不然的话好像不然也没什么大问题，暂时是没什么大问题，哦，不过断了比较干净，因为这地方你走这样你不能走这样的话整个棋的眼位有点问题，很有问题，对，嗯，是这个棋因为是黑的先手，所以白棋只能有这地方一个眼，嗯，所以黑棋走了这个之后，白棋是搬这个是吧？嗯，黑棋搬，对，然后长，黑棋 冲一下，这个地方黑的把这几个子吃下来，黑棋的实地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对，然后爬过，嗯，这个接了一下吗？打吃啊，嗯，他跑，对，爬，这样他是只能在这里做眼，他顶上吗？对。然后他搬，嗯，搬一下，要靠这个先手眼才能把中间做活。黑棋飞，嗯，然后白棋粘上，黑棋接上，粘上，嗯，然后他中间搬一下是把那个四个子救回来，嗯，粘上，然后立一下，嗯，立一下，没什么用，这个脚里。黑棋肯定活了，打吃粘上，然后中间长出来，一个，嗯，爬一个，啊，这个是他只能这样守控，然后黑棋这地方是留下了一个大关子，嗯，是吧？加，对，挡住，吃掉，嗯，然后他断一个，拐这个，黑棋一搬，嗯。这个也是全盘的最后一手了。嗯，这样，目前盘面上，双方的差距比较大。嗯。所以顾子豪就投子认输了。嗯。那总体这盘棋，这个，他主要输在。就输在这个地方。其实这盘棋白棋的话，上来这一代的战斗，白棋我觉得还处在有利的一个位置。嗯。然后这一代呢，首先当然我们先要说，黑棋也下得比较好，这个正下得非常漂亮。对，这个是把局面导入了，就是说黑棋的步调的一步棋。然后这个地方呢，最后呢是，主要是这个白棋这个打吃是产生了严重的误算，以为打吃完了能接上了。这个打吃完了不能接上，反正只有棋手的话，很容易心态就吓坏了。嗯。后来呢，所以白棋是
因为有了这打次之后，终于后来马上就下出一个败招出来啊，然后局势就一泻千里。对啊，是最终呢是申真谞中盘获胜。另外一盘半决赛的是中国之间的内战，柯洁呢也战胜了陈耀烨，这样的决赛将是申真谞对阵柯洁的一盘三番棋对决。好的，那我们今天这盘棋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